姐，人家想我冬天的地皮奶茶。那不就在卖一些卖点紫薯过来嘛？我要喝奶茶，你老紫薯那儿呢？你肯定是要给你弄奶茶噻。今天来访生意哈，跟他开来称安一下很。今天生意就不做了噻，我这是拿来做奶茶的。耶，紫薯还能做奶茶？我倒是要看哈，你今天咋把紫薯变成奶茶的？你看了嘛，你肯定没喝过的。 好吃，好喝噻，你还不相信哦？姐，我现在相信了，但是我又饿了，你去喝了饭嘛。好看。